箴言第三章第二十七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咁佢跟住之后咧，用晒啲钱啊，去买书啊，睇好多书啊。佢亦事实上因为有咁嘅背景咧，所以导致当时咧，因为一边西人教会嗰边已经系叫做开始瓦解啊嘛。咁啊 ，Ed 弟兄咧就有即系常常都会翻下嚟啊，倾下偈啊，会嚟埋到聚会啊。咁佢对我同埋后屘阿绿豆啊，即系我哋玉珍同我一齐喺八六年世界博览会过去嘅时候，就更加熟佢啦。咁但系个人都好尊重呢一个 Ed 嘅，咁佢对我同对我哋夫妇咧，后屘我结咗婚带埋玉珍过去嘅时候咧，佢都好祝福我哋嘅。而事实上咧，喺当时嚟讲咧，早年嚟讲，佢对边个都唔服嘅吓。咁但系因为佢识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净系唯一咁多个中国人咧，对我咧佢先会讲广东话嘅。咁但系因为佢讲广东话就讲到好似金山阿伯咁嘅吓。咁所以就俾人笑噶嘛嚇，咁但係佢就係對我先講中文嘅，因為佢知道我英文真係太差嘛嚇，咁所以就住我啦。咁但係對其他人類全部一律都講英文。咁佢時不時嚟嘅時候咧，個即係我哋依扎都知道咧，熟絡嘅都知道咧，佢係真係即係叫做好有料嘅嚇。咁所以變咗我哋都會跟佢學習啊，同佢傾偈啊，問佢好多嘢啊。當時佢又真係好主動，好幫嗰邊嘅石安教會嘅。咁只不過後屘當我翻咗香港之後冇幾耐咧，嗰邊嘅石安教會就越搞越立立亂咧。咁到最尾佢都離開。當時我都好傷心啊！我都喺打電話同佢講：你翻翻啦，你翻翻去石安教會啦，你有個站去祝福邵仲權牧師成為個涼水噶嘛。但係當時我直情唔知道自己講緊啲乜嘢，我直情唔知道自己咧，我係根本叫佢做緊一樣幾無理嘅嘢嚇。咁但系佢都好客气话俾我听，其实唔得噶，因为嗰边石恩教会已经出咗事噶啦，已经好大问题噶啦咁样。咁呢个直到后屘我喺 Whistler 正式见到嗰个问题系乜嘢，咁我就知道原来当时我几无理啦。咁但系咧呢位阿 Ed 弟兄啦吓，咁而家我称为阿 Ed 牧师啦吓，咁佢个信仰真系非常之破釜沉舟嘅。从佢嘅身上当中咧，我又学到好多嘢咯。即系除咗我学呢啲人之外咧，佢啊常常都会带我去一啲唔同嘅聚会啊，讲俾我听关于好多属灵嘅嘢啊。虽然嗰阵时嗰八个月咧叫做同佢唔系熟络得咁紧要，但系谂我重回温哥华，即系翻翻香港四个月之后咧，再重回温哥华嘅话咧，就真系好熟啦。即系佢花好多时间俾我啦，因为知道我就嚟翻香港开始教会啦嘛。咁但系喺当时嚟讲咧，即系喺嗰八个月嘅时间咧。因为多咗喺赵牧师屋企住咧，咁所以接触佢就好多啦。咁但系真系可以话喺佢身上学嘅嘢咧，真系数倍多过喺赵牧师身上学。因为佢嗰种努力咧，嗰种搏命咧，因为佢又西人啊嘛，佢又识好多人，佢又自己识 K C Street 啊，识好多其他呢啲人，咁所以变咗佢可以介绍咗好多呢一啲好多呢啲嘅资料俾我。包括我哋所讲嘅新族类啊、Paul King 啊、Bob Jones 啊，大部分嘅资料都系佢提供俾我的。咁你就知道我喺我过去咁多年讲道当中咧，有几多嘢嘅资料咧系佢提供噶啦吓。简单嚟讲咧，九成以上嘅 K C Tweet 嘅所有带咧都系佢提供的。关于新族类大部分嘅知识资料咧都系佢提供嘅。而佢嗰种破釜沉舟嘅信仰咧，根本可以话系喺温哥华嚟讲系仅见嘅。点解仅见呢？因为在那段时间识了他，跟着几年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其实那几年内呢，一路几年里面呢，就是 R.M. 牧师呢，看到他那种的努力爱主啊，破釜沉舟啊，尤其是他结婚之前呢，根本将可以说大部分的经济都买了书的。咁而事实上后来他家姐的 Faith 呢，就没有再去搞这个书室的时候，就将他交了给 R.M. 去搞。咁但是搞了几年之后呢，就执了粒了。为什么呢？执咗粒嘅原因咧，唔系因为佢搞得唔好，而系因为咧佢见到好嘅书咧，佢就买一箱箱咁样咧送俾人，即系一本本咁送俾人，所以送到咧蚀晒本。咁而事实上后屘我翻咗香港四个月之后，再翻去加拿大逗留嗰半年咧，佢直成每个月将自己一半嘅薪水咧就俾我去买书，
兼夹仲要喺自己嘅 Word of Faith 嘅嗰、那个，即系佢成间房都系排晒嗰啲书，喺嗰度嗰啲房嗰度，乜嘢书全部任我攞吓、啊，即系每一样边本我冇嘅，仲有啲就到噶啦，咁佢都会帮我订，但系全部唔问我攞钱嘅。佢嗰种嘅委身，嗰种嘅努力咧，嗰种嘅程度咧，到后尾咧就直成咧蚀太多钱啦，蚀到佢连份人工都唔够赔，咁所以结果咧就冇搞啊，冇搞书室，因为佢真系送得太多书俾人吓，即系我自己系其中一个受益噶啦吓，咁佢又真系将佢啲书送俾系加拿大石安教会里边好多嘅弟兄姊妹啊，佢觉得好嘅就俾佢哋睇嘅。咁而事实上咧，后尾咧，即系我哋同佢之间嘅关系一路都保持好好嘅原因咧，就系因为真系欠咗佢呢份恩情啊嘛。咁而事实上后尾去到冇几耐啦吓，即系佢因为佢做嗰份工咧。是做影印的，咁导致咧佢闻到好多嘅化学药品咧，导致佢肺穿咗。咁有一晚佢甚至系个肺直成系收缩到咧 collapse 咗，吓、啊、咁就要送去医院嘅，吓咁嗰个之后冇几耐咧，咁神又感动我哋咧，就开始经济支持阿 Ed 牧师，一来就系报恩啦，吓、啊、让喺嗰度咧去自由侍奉啦，吓、啊、即系喺唔同教会有分享啊，又或者自己系搞一啲家聚。模式嘅分享信息啊，咁让佢能够自由自在嘅，佢用自己嘅方法咧去侍奉神。咁一来就系我哋欠咗佢，咁所以变咗感谢主啦。咁即系佢又对我哋系个祝福，我哋对佢又系个祝福。因为佢后屘都喺有一次对一同我讲翻，佢同我讲话又话，如果唔系当时咧你请咗我全职之后咧，而家都应该钉咗噶啦。因为佢做嗰份工咧，导致佢嘅肺咧，即系腐蚀到佢嘅肺咧，穿窿啊。咁如果佢再繼續聞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嘅肺係承擔唔到噶嘛，咁、啊、所以變咗同佢之間嘅關係咧都幾得意嘅，即係呢一段嘅友誼又好，又亦師亦友啦、啊、即係佢又係我師傅，又係我嘅朋友咁樣啦，咁、啊、所以到後屘我自己本身翻到嚟喺咁多年當中，有一間教會咁 back up 我支持我，咁日以繼夜去研讀，咁、啊、當然最尾我資料資訊同埋喺神。里面经历多过去啦，咁所以变咗后屘就调翻转系我对一佢啊，即系教翻我自己所识嘅嘢俾佢咁样嘅。咁但系由头到尾嚟讲，我都觉得咧，我欠佢嘅恩情咧，可以话系喺我人生当中系数一数二，咁系一个好特别嘅弟兄。而喺当时嚟讲嗰几个月咧，喺佢嘅身上学到嘅嘢咧，可以话真系无价嘅吓。咁、啊、而事实上，虽然我见到譬如好似喺加拿大石安教会当中有一啲。虽然有啲又咁唔生性，有啲又搞到乌烟瘴气，但系问题我就见到呢位阿 Ed 弟兄，即系佢自己反而系嗰班所谓想犯罪、想软弱、想跌倒嘅人都未有个耐涉猎到呢位阿 Ed 弟兄所涉猎嘅嘢，即系佢无论喺即系总之佢信主之前乜嘢坏事都做晒噶啦，佢都讲咁，但系问题佢喺医院信咗主之后咧，所见佢真系完全破釜沉舟嗰个方向咧，虽然佢走嘅路线同我。稍微唔同，因为我本身我就未话叫坏事做尽，即系唔系嗰种啦吓。咁但系佢所俾我一个方向，所俾我睇到嘅就系话，真系即系喺信仰里面有好多人咧，都系下一条咁样嘅路。而并且当时我就会谂啦，如果有一日我能够成为阿 Ed 弟兄嘅牧师嘅话，我点帮呢啲人咧？因为肯定阿 Ed 弟兄佢系好想人会教导佢啦，错嘅话就会改正佢啦，俾方向佢啦，俾到教导。俾到指引同埋甚至神个同在佢，即系我就会咁样思想咯。当然我唔会谂嗰啲哇，即系嗰啲即系又犯奸淫啊，又搞咁多男女关系啊，即系搞到一乌烟瘴气嗰啲，我冇谂住成为牧师啦。但系因为我谂住报恩，翻到香港建立一间教会，或者建立一个团契，或者甚至 join 入一间教会当中，将我而家所识嘅嘢去交俾佢啊嘛，啊，即系交俾嗰任牧师或者嗰班人啊嘛。咁呢個其實就係我首要諗住做嘅，即係因為呢個我後期先至，因為人哋鼓勵底下先至諗住做牧師嘅啫，即係而我當時諗住做牧師都諗住做短暫嘅啫，即係最盡快將個波踢過俾人，咁就最好噶啦，即係冇諗到搞成今日咁啦，即係做咁多年牧師啦。咁但係當時嚟講，從佢身上當中讓我思考好多問題，因為而家你哋所見嘅呢間石安教會嘅建立咧，就係、是、以完全個系統咧，就以報恩方式去建立。点为之以报恩方式呢？就是有一日如果牧养的那个是 Ed 弟兄，他这么爱主，他一信了主之后他这么努力，那我究竟怎么牧养他呢？即是我怎样帮他呢？
即係如果我能夠時光倒流，我反而成為佢牧師，我點樣喺佢嘅身上去報恩咧？即係我直情當係，因為我事實上後屘都一生都諗住點樣向阿弟兄報恩噶嘛。咁所以喺當時嚟講咧，我諗住如果我向佢報恩，我會建立一間咩教會，導致佢嘅信仰一定上到天堂，一定經歷到神，一定咧使佢無悔咧。咁而開始去諗點樣建立石安。所以石安建立到而家咧，所有系統咧都係完全當你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就係阿 Ed 牧師咁樣去建立嘅。就是我以报恩方式呢，如果我以最好的方式，以报恩方式，我会怎帮你们呢？怎样在甚至你们未知什么是好的时候呢，已经帮你们持守，帮你们留住，而让你们到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的时候呢，就将那样东西可以说如数的去给回你呢。而事实上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一路用这个方法建立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呢，第一个效果真的超级好，但是最犀利的就是个代价就真的超级大。因为如果你为一个小孩 ,ok, 个小孩不肯吃东西，没几耐就自己饿死。几易搞啊，所以你看一般教会几易搞，你听姊妹回来几年自己没几耐熟龄饿死，跟住第二批你讲返旧嘢咪得囉，是咪？但问题那个如果不断会长大，不断会成长，他们会长大的时候去寻找学业，再长大的时候寻找工作，再长大的时候寻找婚姻，婚姻的时候会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之后个仔女又要 nursery 去教育他们，而个仔女长大的时候又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信仰观，那你就要全部照顾晒的。但问题你知不知道个代价几大？当时我想的时候就想着怎样去照顾一个好像 Ed 弟兄由细长大，但是呢个代价真的，个心血真的很大，那个的做法真的要比其他教会的牧师呢，不要讲道，只是系统都一定要付出超过多十倍。讲道更加真的无止境下去啦，因为你系统你可以设计了出来就可以不断做嘛。但是讲道的话，你不断喂养一个不断成长不断有胃口的人的话呢，那个代价基本上就还比一般的牧师付出更加多，因为有生之年你都要不断去长进嘛。咁但係感謝主啦，因為我以呢個方向去做嘅話呢，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就如我所講啦，我帶住呢個概念去忍耐嘅時候呢，就係每一次喺我恆久忍耐嘅時候，喺我不斷去等候嘅時候，神就幫我預備成為一個咁樣嘅牧師。神話俾我聽，你個講道要咁樣，你預備信息嘅時候要咁樣。神俾返一啲嘅圖片我，讓我能夠更加清晰嘅喺講道之前就已經見到自己上台所講嘅時候，每一句说话的时候会总会有个反应。即是这种的恩赐就是由那段时间开始呢，在我因为一个更大的目标而去预备自己的时候呢，慢慢石安教会的系统管理的方向，每一样的取舍就是因为这样而成形的。箴言第三章第二十七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神啊，我心愿牵赤心，情意愿传达于曲韵，满载珍惜感恩，别弃痛伤怨恨，怜悯要说常在我的心，让我珍惜感恩，献上心给幽魂，活着要常说上帝无恩，我满载感恩不老恨，让我抛开怨愤，心珍惜主恩情并站稳，上帝爱谁故怜惜，是永远于心不结识，不见惊。